欢迎收睇《晚间新闻》，我系陈嘉欣。今日嘅主要新闻包括，咁我就系嚟自无线电视新闻部嘅陈嘉欣啦。如果夜晚有幸开个电视，咁或者都会见过下我啊，或者认得下我嘅。讲到咁，唔知各位老友又认唔认得呢位嚟自 TVB 新闻部嘅陈嘉欣呢？陈嘉欣加入 TVB 已经超过十年，其实佢一路陪伴咗好多家庭观众，网民更加封佢为 TVB 新闻一姐。近日有传媒爆料话，现年38岁嘅陈嘉欣已经正式封盘荣升做准人妻啦，真系恭喜晒啊！据知陈嘉欣嘅男朋友刘俊安比佢细3岁，曾经都系 TVB 新闻部嘅一名男主播，二人更加试过一起出外景做采访报道，佢哋拍拖多年，被誉为新闻界的金童玉女。不过由于两个人对感情生活都比较低调，直到近日才被传媒发现，原来已经正式入纸申请注册结婚。消息说两个人在申请表上登记同一住址，相信早就已经开始了甜蜜的同居生活了。再次恭喜一对准新人了。